好，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好，Slido 上面只有一个问题。好，那个 G 的话，我们大概我们只有在这个讨论 spin 的时候在处理。所以前面我基本上是先把它默认为一，没错。好，我们在 Slido 上面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这个liquid helium 大于 T lambda 的东西，我还没有真的查到，因为我能找到文献，beyond excitation 都是。superfluid liquid helium 的，好，这个 keep you posted。好，那让我们继续这个课程。好，一件事情宣布，就是说我前天 po 了这个。这个作业，这第五次作业，可我 realize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只有这2个礼拜上课的时间。那我把那次作业变成你不一定要交，可是如果你交的话，基本上可以当做你期末加分用的依据。OK，好，那习题比较多一点，那对，就是说如果你要加分的话，还是在25号之前要交。OK，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好，那我们上次最后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要真正去看这个 finite temperature 这个计算的话，我们要能去做去把这些式子我要能把这些式子通通解出来，OK，或者是说我们下一页的这个，我需要去把这个东西解出来。好，那也就是说我需要去处理这些，我现在处理这个 Fermi Dirac function。那会有一些数学我们需要做，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细节要请各位同学再去看课本。那，主要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是这个Sommerfeld's lemma。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有兴趣的是在 degenerate limit，也就是 z 很大的 limit。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说 z 很大的时候，你没办法用 z 当做 expansion parameter，所以我们 introduce 一个新的 parameter 叫做cosine，它基本上是 log z。好，那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些 function 原本是 z 的 function 写成这个东西，所以最后我的这个我就定义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这个
Fermi Dirac 这个 function 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单纯只有这个 prefactor， 那一个是这个东西，那是这个东西。好，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好处就是说你的 cosine 基本上是在这里面。那你可以说我如果大的这个 cosine 的时候，那我们来看这个 behavior。那这个 integrand 这个 behavior 基本上就是，当 x 趋近于0的时候，对不对？可是也很大，那这个基本上就是零，所以它趋近于一。那 x 很大的时候，这个会趋近于零。Okay. 所以唯一这个 integrand 这个东西会跟零跟一有差别的，基本上只有在 x 跟可是一附近，哎，这个东西才不是零或一。所以the trick 就是说，我现在要算这个积分，我就把这积分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从零积到 cos， 一个是从 cos 积到无穷大。OK，cos 积的是这个东西。好，那所以你就可以处理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我把这 cos 分成这两个部分。那notice 这个写法，对不对？我基本上要保持这个可是一减这个 exponent 都是大于零的 ，OK， 这个 exponent 是大于零的 ，OK，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小于一。好，所以我们就把原来那个积分可以把它拆成两个积分，那我们可以 introduce 新的 variable， 新的 variable， 就是说我就看它是离这个可是有多远。好，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带进去，你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对，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好，所以这两个积分对，我变成我们要处理的就是剩下这两个积分，这个只是一个跟可是有关的这个 number。好，可是这积分要怎么做呢？对，这积分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各个可是是远大于一的话，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只有在这个 eta 这个东西是 of order one 才重要，对。那，这个积分我知道怎么积，因为这个是变成是零到无穷大。我做这个 shift 之后，这就是到零到无穷大的积分，所以这个可以做。那这个是零到 cos， 对，零到 cos。好，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东西，当 cos 很大的时候，这个其实不是 important， 对不对？这不是 important， 在可是很大的时候，只有这个在这个可是跟 eta one 差不多大的时候，这个才是 important。对，那也就是说 eta 是大概 order one 的时候，那 eta 很大的时候，对不对 ？eta 很大的时候，这个 contribution 基本上是不重要。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这可是就直接 extend 到无穷大，因为这个增加这些东西都不是重要的，所以这就是 approximation。好，所以我就把这个变成 approximate 成这样子，那我就可以想办法去做这个积分，那这积分做出来的结果基本上是长这个样子。那最重要的结果是在这边，就是说我可以得到这样的 f， 这个小 f of new 这个东西是等于这个，好，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所需要的这个结果。好，
那这个我再重新讲一次。好，我同学问为什么要拆成这两个部分呢？好，问题是就是说这个积分我不知道怎么积，我不知道直接怎么积，而且我知道就是说，我知道这两个 limit， 对，唯一我不知道的这个 limit 基本上是在 x 约等于 c 的时候，对 ，x 约等于 c 的时候，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图，对，基本上就是这个图。好，所以我知道这个x 约可c 的时候是重要的，那让我们就把它拆成两个部分，对，我就可以把它拆成两个部分。那拆成两个部分的好处是，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然后这边是这个都是小于一的数。好，那这个你把它变成这两个部分之后，那 introduce 这两个 eta 的目的，对 ，introduce 这两个 eta 的目的，这基本上是我要把它变成一个零到无穷大的这个积分。对后面这个来讲，这个是零到无穷大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你 x 从可c 开始，对，所以 eta two 就从零到无穷大，这个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好，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好，有问题的是这个项，这个项基本上就是我想要这个我就算做了这个代换之后，我还是有这样一个东西，还是有个可 c 在这边。可是我可以做一个 approximation， 因为我知道重要是只有在这个 eta 是 of order one 的这个部分，所以剩下这些东西 eta 很大的时候也不重要，因为 eta 很大的时候这也不重要，所以我就把这个 integral extend 到这边。好，所以我变成有两个 integral， 我有两个 integral， 那都是从0到无穷大，那这个 integrand 这个分母都变成一样了，所以注意，我在这边写的时候，我已经把它写成一个同样一个，写在同样一个这个 integral 里面。好，那至少这个 integral 是可以积的，可以至少可以做这个级数展开，对，可以 order by order 这样子去积，对，所以你基本上可以得到这样的这个结果。好。那这个东西又刚好是一个 power series，所以最后我会得到一个 zeta function。好，那这个推导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approximation 的这个式子。所以有了这个 lemma 之后，我所有东西就基本上可以把我的这个小 f， 我把我的这个小 f， 就是我的这个Fermi Dirac function， 把它做对 log z 的这个 expansion。我就可以用这边的这个结果，记得这可 c， 这可 c， 对 log z。好，所以我就可以得到这些结果。那所以对这个 number， 这个total number conservation 的话，在first order of log z。log z inverse， 对，我会得到这样子。好，所以那我们来看一下第0阶的 approximation。
对，第零阶的 approximation KT log Z 就是 mu， 对，所以我把它带进去的话，对，我会得到最后这个 ground state 这个结果。如果我 keep next order approximation， 也就是说我可以去解这个 KT log Z。对，所以解出来的这个结果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把这个 invert 过去而已。好，所以这个是我的 KT log Z。那我的 energy， 对，记得 energy 是可以写成在这边 ，energy 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对 ，use 等于这个东西，都是这两个 ratio 相乘。好，所以我得到 energy 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有了 energy， 我就可以算 specific heat。好，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说这个 specific heat， 对，跟我们之前用这个很粗略的这个方法去 estimate， 对，得到这个 scaling 是一样，是这个对 T 的这个 power law 是一样，唯一不一样就是这个 preceptor， 对，唯一不一样就是 preceptor。好，那这个原因基本上就是说，因为我的这个 Fermi system 有 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所以所有重要的这个 information， 对，所有重要的 low energy excitation 基本上是在这个 Fermi energy 附近，所以所有的东西基本上只要所有这个物理都只要看这个 Fermi energy 附近的这个 excitation 就可以了。Yeah， 所以同样的道理，你可以，我们刚刚有 energy pressure， 你都可以试着推导。对，好，那我现在这边停一下，不晓得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所以同学问这个为什么这个也是 mu， 这是定义啊，因为我的 z 是什么？我的 z 是一的贝塔。所以 KT log z 就是 mu， 对，那只是说我们现在要算出来 mu 是什么东西，对，所以在这边基本上就直接写成 mu。 也就是说你如果最考虑最低的这个 O 的话，你不需要考虑这个，对，那你就去下一节，那这就是 ground state 的结果。那你需要考虑这个的时候，你的 log z 就变成，所以你基本上要去解这个 mu， 就是你有这样的 equation， 你有这边是 beta mu squared， 对，你要去解 mu。对不对？好，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你把这个，你可以用迭代的方法，或是把原来这个第一次的 mu 对迭代，然后去解出第 next order 的这个 mu， 你就会得到这个东西。好，那那我们就继续。你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 Slido 上面问。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 topic。所以是下一个 topic 就是说，我们来看，就是看这个在 metal 里面的话，这个 electron 是怎么，就是说。你的这个有金属的这个电信的传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人们知道有电子之后，基本上就很开始想要去了解，就是说这个 electron 对这个金属的导电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这个第一个这个 theory， 这个 semi-classical 这个 theory 是叫所谓的 Drude model。那这 Drude model 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我这个 metal 基本上有一堆自由电子， okay？ 那这些自由电子是 form 这个 electron gas。好，那在温度这个。T 的时候，对，温度 T 的时候，我们说这个 electron 有一个平均的这个热能，对，基本上是它 kinetic energy。好，那可是呢，因为这些 electron 基本上就是有 random motion， 所以我想试一下。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的 electron， 对，平均有一些平均动能，可是呢，它每个这个电子在动的这个方向都是不一样的，是 random 的。那你把这些东西做平均起来的话，对，所以这个它们的 total velocity 就等于零。可是它的这个 vt 平方是不的平均值不对的。好，那这些 electron 为什么会有 random motion 呢？基本上它有个这个金属里面有原子核，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跟这些原子核碰撞，做碰撞。Okay？ 好。那因为这个原子核很重，所以我基本上可以考虑它基本上是不动。所以我们的 model 就是变成这样子，我们 model 就是有一堆电子在金属里面跑来跑去，对，那它碰到它会跟这个原子核做碰撞，那碰撞的话就是它可以是弹性或非弹性碰撞，它就会损失能量给这个原子核。那因为原子核实在太大太重了，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它是不动。
好，所以这基本上 Zoom Model。好，那我们可以来检验一下 Zoom Model 到底是这个这样的 assumption 是不是 make sense？ OK， 那我在这边图画基本上就是我假设我有一个原子，那这原子，原子核外面的这个电子有填满的轨域跟没有填满的轨域。那被填满的这个电子轨域我们叫做 coelectrons， 就这些。那我可以，那这个那这些在没有填满的轨域里面的这个 electron 叫做valence electrons。那这 valence electron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自由电子。他们会这个 form 这个 conduction electrons， 那你的 ion 基本上就是这 core electron 跟这个 nucleus 所组成。好，那所以说我基本上把这个 valence electron 变成这个，把它当作是这个这个 free electron。好。那有几个重要的这个有几个重要的这个物理量，一个是 electron density， OK， 那 electron density 基本上就是mass density， 这个 mass density， 除以这个，let me make sure of this。这是以 more， 这个 ，OK， 不是，我一直想不起来这 A 是什么意思。好 ，Anyway， 我们知道就是 electron density 是 scaling 这样子。好，那我如果有这么多 electron 的时候，我这个 per volume 有这么多 electron 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算，就是说我假设每个 electron 都占一个这个，占一个球的这个体积。那这个球的这个 radius 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OK， 好，所以重要要比的东西基本上是这个 electron 跟 electron 之间的这个距离，还有这个 ball radius。那记得 ball radius 什么？ ball radius 是大概一个原子的这个大小，所以就是大概一个原子的这个半径。好，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原子这个 RS 比上 A0， 对，如果 RS 跟 A0 差不多大的话，那基本上它的这个 electron 跟 electron， 就是说 electron 跟 electron 的这个密度就是比较高。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RS 比 A0 至少是大于1的。所以在这边列出来几个这个元素，对，那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的就是 valence electron 的这个 z， 对，那这个是 density， 他们的这个 density，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碱金属的这个元素 lithium sodium potassium rubidium cesium， 对，他们的 RSOA0 大概这么多，对，那其他就稍微小一些，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个应用在 Model 应用在实际系统上面的话，那这个碱金属元素应该是比较好的这个系统，对，因为我的电子跟电子之间的距离，或者说对，电子跟电子距离是散的比较开的，对，比我的这个原子间的这个距离还要大，所以我是可以用这样一个 model 来描述的。现在看不到滑鼠吗？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处理，就是说这个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至少 DC 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假设就是有一个 electron 要从这边流过来，有一个 current 往这个方向，对。那我的假设就是 collision 是马上发生的，对，所以它不会有这个 retardation， 就是它不会这个电子被打到这个原子核就是被吸收，它是这样，对，等于是一个碰撞，然后它在这个碰撞跟碰撞中间，我们假设是没有这个其他 interaction， 对，这包含它跟其他这个电子的这个 interaction。好，那所以那我这个 DC 的我这个 DC 的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基本上是我现在加一个我没有加，我加一个电场这边electron 就会移动。也就是说，在这个 collision 跟 collision 中间的话，这个电子基本上是被这个电场加速的。好，那
那在这样的这个过程里面，它有 dissipation， 所以我们假设就是说这个电子有一个 drift velocity 叫 vd。好，那所以我的 current 基本上就是这个 J current density， 对，就是 sigma 一。那这 sigma 一基本上就是这个 current 又可以写成这个 electron number density 乘上 electron charge 负一，然后乘上 v， OK， v 是这个 drift velocity。那我们有一个equation of motion。对不对？因为我有这个是加速度，对，这个 electron 在 collision 中间的话，都会被这 electric field 加速，对。可是我有一个 damping 项，对，所以这个 damping 项基本上我用这个项来描述。那这个描述是什么？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好，在 electron ion 这个。在 delta 这个 dt 里面，这段时间里面，这 electron ion 的这个 collision 基本上是的 probability 是 dt over tau， 那 tau 是这个 relaxation 或是 average collision time， right？ 好，所以我就有这样的 equation， 所以这个 damping 的这个 term。就会写成我的这个drift velocity 的随时间的这个改变，基本上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应该是对，没错，这应该是一个图。这应该是一个 t over tau， 对，这边打错。Okay？ 也就是说，我如果有这样的 answer 把它带进去，我可以得到这个 vd 的这个 stationary， 或者说，我的这个stationary 的这个 solution， okay？ 也就是说，它到这个这件事情，这个 solution。就会得到是这个东西，对，就是这个 g velocity 不会随着时间在做变化了。把这个带回去，我就得到我的这个conductivity 基本上是跟 electron density electron charge 平方，还有这个 relaxation time 有关。OK， 好，感谢同学。这个 A 是 atomic number。对，那 Z 是这个是 valence electron 的这个 Z。好，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 rho m 是 atomic atom 的这个 mass density。好，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在算我有几个 atom。
这个东西是算我几我多少个 atom。哦，那 z 是说每个 atom 可以出多少的这 electron。OK， 所以我会得到这个式子。好，所以这个是 DC conductivity， 对，所以我这个是这个 conductivity 柱的这个 model 得到的，那也可以得到 AC conductivity， 那这基本上大家之前在这个这个电磁学可能有学到的，我假设我的 electric field 是 time dependent， 对，那我的这个P 或是 velocity 这 momentum of electron， 对。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形。好，那我一定要考虑这个 damping term， 所以这个 frequency dependency 的话，这个 AC conductivity 就是给我一个 frequency dependency。那这个 conductance， conductivity 变成，因为它就有 real part 跟 imaginary part。那这个简单的这个 model 基本上可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我的这个金属它看起来表面是亮的， okay？ 也就是说它可以反射这个可见光。哎，okay ，好，那这个原因就是，如果他把这个 Maxwell equation 写下这个，比如 electron 或是 electric field 或是magnetic field 的这个 wave equation 的话，好，那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对，那你发现就是说，这个 J 这个 term， 你把 J 这个 term 换成这个 J sigma 一 ，OK。所以把它当做换成 sigma 1的话，你就得到这些 term，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你在不是在 free space 里面的话，对，你基本上就有这样的 wave equation。那这个折射率，对，基本上就是sorry， 这个 dielectric constant 基本上是写成这样子。那当这个 omega tau 远大于1的时候，对 ，omega tau 远大于1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化简成这个样子。好，那这个就有趣，这 omega p 我们就是所谓的这个 plasma frequency。对，那当omega 小于 omega p 的时候，对，我当 omega 小于 omega p 的时候。对，那这个 epsilon 是小于零，这 epsilon 小于零是什么？这个一解出来就会是一个 exponential decay 的这个，对，这边是负的，你就不会有一个 propagating 的这个 wave。那如果是 epsilon 大于零的时候，也就是 omega 大于 omega p 的时候，你的 e， 你的这个 electric fields， 对，你的 e。对，你的这个 electric field， 对，才会是一个 propagating 的，对，也就是说，我把这个 ansatz 带进去，你的，我把这个带进去做计算的话，第一个 case，K 是 imaginary。第二 case，K 是 real number， OK， 所以这个一基本上是一个第一个 case 的话，这个是 decayed， 对，这个 case 是 decayed， OK， 那刚好这个 metal 它的 plasma frequency 基本上是在infrared， 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可见光，对，所有的这个可见光。
sorry, 不是 infrared， 是在这个紫外 ultraviolet 这个部分，对，所以所以这个是我的对应的 plasma frequency， 对，所以这是对应的 lambda， OK， 所以这个在这个减金组里面，是2000个 angstrom。好，所以这个是 angstrom， nanometer 跟 angstrom 差一个零，对，所以 ，yeah， 所以这个比如说 lithium 的话，它的 color frequency 是2000个 angstrom， 在这边，对。所以说，在可见光，它基本上都是不是 propagating 的，所以它不是透明的。哎，所以说可见光，对，所以金属基本上在可见光里面都看起来是不透明的，所以看起来是亮亮的。OK， 好，那虽然说我们推导这个 plasma frequency 是用很简单一个 electron 的这 oscillation， 对，得到的。可是这基本上就是说，这个 plasmon 基本上是一个 collective motion， 对。那要怎么看呢？对，那要怎么看呢？基本上最简单的看法就是说，好，我就让我的这个 electron， 对，我原本有 electron， 有 n 个 electron。那如果它没有在做震荡的时候，它基本上整块都是 neutral。那我让这个 electron gas 往这边移，比如说移这个d 这样的距离， okay？ 所以我会得到在这一端，我的这个 electron 的这个 density 基本上是这样子，对。那在这边 electron 这个 charge density， 对。这边有比较多的这个 electron， 对，所以我的这个 charge 的这个 density， 是这个样子，对，我 surface 的 charge 的这个 density 是长这样子，对，那这边因为我这边有比较多的 ion， 所以我的这个 surface charge 的这个 density 是长这样子， OK， 那所以我会有一个 effective 的这个electric field，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个是 surface， sorry， 这个 notation 不好，这是 surface charge density， 所以也就是说，我现在有这样的。两个平行的这个电板中间的这个电场，对，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好，所以那它会做这个 harmonic oscillation， 所以这 harmonic oscillation 的这个 frequency 基本上就是这个 omega p， 哎，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 plasma plasma 就基本上是以这样的一堆电子一堆 charge 在做collective 的 oscillation。Omega P 跟 tau 没有关系耶。我这边可能写太快。
可惜。那像 plasma frequency 应该是跟好，这个这，那我 check 一下这边是不是对？如果因为我的 sigma omega 是什么？看一下 sigma omega 是。所以，哦，因为我的 sigma 零是 n 一平方 m 超 ，OK， 好，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好，我可以把它写成，基本上就是 i sigma 零，因为这一。Sigma 除以 omega t 或 omega tau， 嗯，好，所以这个是 n 一平方 m tau， 嗯， tau 应该要消掉。Sorry，OK，是套在上面。没错，这就是对。所以 ，Yeah， 所以这边是没有套的。OK， 对 ，Sorry， 这边是 typo。好，嗯，呀，谢谢同学指正。那基本上就是说，我知道我的 sigma omega sigma omega 是这个东西，对。那这个很大的时候，我基本上可以把这一项就消掉，对。所以就变成 i sigma 零 omega t， 对。可是 i sigma 零这边，嗯 ，i 好。好，所以是 i n 一平方 tau 除以 m omega tau 跟 tau 消掉，对不对？所以我会得到 n 一平方 m。
Omega， 来，所以把这个带进去这边，你就得到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把所有剩下的东西浪到这个 Omega P 里面。好，那这个 thermal conductivity 我就跳过去了。这个未来如果你要上 solid state 的话会学到。对，我要强调的是，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就是说这个 truth model 到底是不是可以真实描述这个 metal 呢？哎，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个东西叫这 Wiedemann-Franz law，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 ratio 跟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还有这个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在 true model 里面的话 tau dependence 会把它去掉，会 cancel 掉。那所以把 kappa 跟 sigma t这个除掉的话，你会得到一个 classical 的这个 number。 对，可是这个 classical number 是这样子，可实验上得到的这个 number 基本上是这个东西大概是两倍。对，是这个实验上是这个是这个两倍。对，那很明显的在 true model 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 true model 应该要得到的结果，那这个是实际上在 metal 里面测到的这个结果。对，所以这个是告诉你说这个主 model 是有问题的。好，那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主 model 的话，它是 semi classical 这个 model， 所以它的 specific key 基本上是应该是 classical。那实验上我们看到这个 specific key 基本上有 linear term，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cubic term。实验上 ，sigma 基本上有温度的这个 temperature 这个 dependency。OK， 好，那如果有这个 dependency 以后，我把 truth model 带进去的话，我会得到这个 n 0乘上 tau 有这样的 temperature dependency。对，因为这个 sigma 基本上是 n 一平方。tau 除以 m， 对，那 m 跟 e 平方是不会有 temperature dependency， 所以是这样子。好，那mean free path， 对 ，mean free path， Wingale 这个 temperature dependency， 因为我们假设这个 atomic spacing 是不会随着这个温度做太大的改变。OK， 所以它不应该有任何 temperature dependency。好，那我把这些这个 scaling， 对，我可以把这些 scaling， 这是长度的这个 scaling， 是跟这个温度无关的。对，那这个 velocity， 对，这个 vt。对 ，velocity 基本上是 kinetic energy， 就是它的 kT， 就是 proportional to mvt 平方。OK， 所以我的 vt 基本上是 proportional square root of t， 也就是这边写的。好，那这告诉我什么？这告诉我这个是一个 constant， 我这 v， 那我的 tau 基本上有 one over t 的这个 scaling， 可是我要知道这个，如果这个用这个 experimental scaling 得到这个 n 0 over tau 的话，比方说我的这个 number density electron number density 是会随着温度越低而越来越大的，这是完全不符合这个现实。对，所以那 true model 没有考虑的东西是什么？ true model 没有考虑就是这个系统基本上是一个量子的系统，那 electron 是这个 fermion， 所以需要有这个 Fermi Dirac 的 statistics。
在 Drew Model 里面，我们假设这个 Atomic Spacing 基本上是不会变的，但是 Static 在那边，对不对？所以这个 Mean Free Path 基本上就是平均你两个 Collision 中间所走的这个长度的平均值，所以你不预期它会随着温度有至少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好，那我们来重温一下，就是我要怎么去看这个这个 Fermi Dirac statistics 呢？对，那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说所有东西 state 都会被填满，填到这个 Fermi energy。好，那 typical metal 大概是这样的这个 density。那我的 Fermi energy 大概是几个 electron volt 的这个等数量值，对，这对应的是这个 Fermi velocity 是10^8每秒10^8公分，那对应的这个对应这个 Fermi velocity 这个 temperature 就是10^50 Kelvin， 所以这个 typical metal 里面，这个 Fermi energy 或是 Fermi velocity 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数量级。哎，好，那室温是多少？室温大概是300 K。对，所以室温对这个 Fermi velocity 来 Fermi temperature 来讲，还是一个很低温。对，所以我们可以 assume 就是说，记得我们用这个epsilon f 除以 kT， 应该反过来算。我们可以用这个 kT 除以 epsilon f 来看它是不是 quantum， 或者这就等于 T 除以 TF。对，那以拿室温来讲的话，哎，我们平常想室温不会当它是这个很低温的这个系统，可是呢，对室温来讲的话 ，T 除以 TF 还是远小于一的。好，所以一样的，我可以把这个系统，把它当作是很接近这个光 state。好，那这边我列出来这个不同的这个元素的这个 Fermi energy， 对，那就是金属的这个 Fermi energy， 对，那基本上你看这个所有这些金属的 Fermi energy 基本上都是至少都在 EV 以上，还有10 EV 以上，对，所以都是非常非常大。那你所有这些有趣的这个物理基本上是在 milli electron volt 的时候这个发生的。好，所以 Sommerfeld theory 基本上就是把这些 quantum correction， 我们之前谈的这些 quantum correction， 那用 T 除以 EF 这些 order 来表示。对，那这个基本上重复我们刚刚看到，所以它可以有办法解释这个 specific heat实验上观察的结果。对，那这边是一个铜的这个 specific heat 的这个结果。Okay，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还有它是 plus C over T 跟 T 平方。Okay， 所以如果我 assume 我的 CV 是有两个 component 的话，哎，所以我如果 plot 这个 CV over T 跟 T 平方，所以 CV over T 它有两项，一项是 T 平方项跟 T 平方成正比的，这就是斜率，对不对？所以这个斜率就给我 delta。那这个 intercept 就给我 gamma， 好，所以
一般的金属你都有两个部分的这个 component， 一个部分是电子比则，是 linear in T， 那还有一个是从 phonon 来的，那是 T 三方的这个，对，所以那 copper 的 by frequency 大概是300 K 左右，那这个 gamma 大概是 0.66688 millijoule per mole per K 平方。好，那有趣的是就是说那有了这些东西可以算这个 Sommerfeld 的这个 Lorentz number， 就是 K thermal conductivity 除以 sigma 乘上 T， 那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基本上是 2.17， 对对，绝对能查到单位，那这实际上的这个 number， 基本上是这是 Joule model 给你的，这是 Sommerfeld model 给你的。那记得这个Joule model 是比这个实验大概差了两倍，对，所以这个是比较接近实验的这个结果。还有其他的这个 failure，OK？、Okay?那 electron 这个 free electron 的这个 theory， turns out 就是说你如果去量这个 Hall coefficient， 所以 Hall coefficient 基本上就是说，你对一个 Hall bar 得加磁场，然后通电流，那你可以看量到这个，你有个 current。你可以量到这两边会有电位差，那这电位差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有些 carrier 是带正电的。那如果是 free electron theory 的话，基本上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带负电。那有带正电的这个 carrier， OK， 那 free electron theory 是没办法解释有带正电这个 carrier 这件事情。那还有这个所谓的 magneto resistance。就是说你有个 resistance 是跟这个磁场有关的，好，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的 free electron theory 没办法告诉我说为什么会有 insulator， 对，好，所以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 free 这个 semi-classical electron 这个 conductivity 的这个讨论，对，重点就是说，Sommerfeld 这个 Joule model 是一个很简单的 theory， 它可以描述一些现象，可是如果要真正描述实际观察到的物理的话，你基本上还是要把这个quantum mechanics 带进去 ，Fermi Dirac 的 statistics 带进去，那。所以就会得到所谓的 Sommerfeld 这个 theory 去描述，比如说低温的这个电子比热，还有这些conductivity 啊这些东西。那当然就是说 Sommerfeld 的这个 theory 还是没办法完告诉你，对，就算我用 Sommerfeld theory， 不单单是还是没办法告诉你这些东西，对。就算我用了 Sommerfeld 的 theory， 因为它还是 based on 这个 free electron 的这个 theory， 对，所以基本上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你要引进这个所谓的 band structure。好，那小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OK，所以有同学问这个，好，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Zoom model。G philosophy 会跟你加了这个电场大小，就是说你要加个偏压才会有一个这个电流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基本上在金属里面有个电场，那这个是 drift velocity 的这个式子，所以是跟 electron 其他这个 tau 的话。不会随温，这些都不会随温度，就在这边我 assume 是没有 temperature dependency。好，那我们再来回去看一下这个简单 semi classical 这个 example，我们来看这个 plasma observation。好，那我们先想象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 box。里面有一些负的 electron，有一些正的 charge，那它们这些刚好要一样，所以它是 charge neutral。好，那 somehow 如果我让这个我的 electron gas。往这边移了这个第一页这么多的这个距离，所以我等于把它拉离开平衡态，对，所以我这个D如果是很小的话，对，我就可以来看，就是说好，那是整个这个 electron gas 被拉过来，就是这样子的 box 的概念，所以这边的 charge 是。没有被抵消了，这边的 charge 也没有被抵消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得到，这边的这个 surface charge，就是 D 很小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小的这个 surface，这个 surface charge 的 density 是这样子。对，那这边有同样的这个电荷的这个密度，好，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这边基本上有两个电板。对不对？这边有两个电板，那我的这个 electric field 基本上我的 electric field 基本上就是这个 sigma。除以 epsilon 零，对，这个是我的 electric field，就因为这个东西加造成的这个 electric field。好，所以我如果有这么多的这个 electron，对，都在移动，那基本上我有一个。给 electric field 想要把它拉回来，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 collective motion，所有的 electron 的这个 gas 都在做这样的 motion。这第一是移动的这个距离，对不对？那 m 是 electron mass number of electrons，然后有一个每一个都受这样的力，对不对？好，所以你最后会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 harmonic oscillation 的这个结果，所以你会得到一个 equation，那这 equation 这个 omega p 就是这个东西，sorry，这个 omega p 就是 n e 平方 x 方 m，
好，这个应该是单位的关系，没事。好，所以这个如果有个电板，它的 electric field 是，所以，好，这边应该是单位的关系，对不起，我没有改过来，这个应该是我想一下哈。好，所以如果要用所以一个带正电的这个二是因为什么？这个二是因为如果我有一个 plate 带正电的话，对，它会有个电场，那个电场应该是sigma 除以二 epsilon。所以这边应该是除以 epsilon，因为这个是 CGI 的单位，对，所以这边应该是，sorry，这样，所以如果有一个，那所以说这两倍基本上是因为负的刚好是另外一边，所以是这个基本上就把它当平行电板，对，所以你就得到就是这个东西。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那同学有问题的话，可以持续在Slido 上面 po。好，我们接下来谈的就是这个 Pauli 的 paramagnetism。那记得我们之前有谈到过，就是一个 single spin 的时候，它的 paramagnetism。那我们现在来谈，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有一堆 electron。然后他们一堆 free electron，然后我加一个磁场，那磁场的这个效果，对不对？我原本有 spin 的这个，有原本有这个spin 跟
磁场平行的这个方，磁场跟这个我的 spin 这个平行，对，好，那它的 energy， 对，它的 energy 就会降低，对，它的 energy 就降低，因为它的这个 mechanic moment， 对，这一项会降低这个能量。好，如果它是 anti-parallel to 这个磁场的话，它这个 stay， 它的 energy 会升高，这个 stay 会升高。那也就是说，我如果有个 spin， 假设我现在把所有这个 mechanic field 的方向，我都把它沿着这个 spin up 这个方向，哎，就是告诉我就是说，我的这个原本的这个 energy， 对。Spin up electron energy 在有磁场的时候，它会降低。Okay? 所以我原本的这个 dispersion relation spin up 对平行于这个磁场的这个 spin 的话，它会从比较低能量开始。那相反于磁场的这个方向的话，会从这个比较高能量开始。好，那假设我现在有一堆电子要填的时候，我当然会从比较低能量开始填，对，那一直填到，对，一直填。那在下面这一段的话，我只有 parallel to 这个 field 这个 level 可以填，对，所以 electron 会填到这边去，然后直到这个值以上之后，我 electron 才会 spin up spin down 都填。那这告诉我什么？这告诉我说，我会有在这个情况下，我有比较多的 spin up 的 electron， 比较少的这个 spin down 的这 electron， 对，因为我最后要填到这个 Fermi level。好，对，这是我的新的 Fermi level， 我有磁场时候的这个 Fermi level。好，那。那在 t 等于0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计算，就是说我的这个 number of particle 有多少 ？OK， 所以 effectively， 我基本上是多填了。我基本上，我如果把这个移回原来这个，我如果移回原来这个从零开始的这个 scale 的话，那我基本上多了这么多这个，如果我是画成这样子的话，对，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的 EF， 这是我零温的时候的 free energy， 的 Fermi energy， 所以这边往上填的是 mu b， 这里也是 mu b， 对不起，我再重新画一次，让我重新画一次。对，我现在如果把这个移上去的话。那我画比较夸张一点，所以这个是 parallel to the field 的这些 electron。这是 spin up spin down， 然后原本有一个。
就是没有磁场的时候的 free energy。对，所以我可以用原来这个东西算，那基本上就是说我多填了这么多。对，那这个是少填了这么多。对，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 parallel 的话我就是 occupy 了比较多的这个 number occupy level。然后这个是所以这个是 zero field free energy， Fermi energy。对，所以我现在两个的 occupation， 所以我有比较多的这个 up spin， 有比较多的这个少的这个 down spin。所以我会有这样的 net making moment， 就是 up spin 减去 down spin。所以会得到这样的情形。好，同学问就是说这个磁矩跟 B align 没有，我这个是 electron spin，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mu star 就是 sigma， 所以这是 electron spin。对，如果 B 是 Z 方向的话，那你只有两个 state。好，所以这是我的 net magnetic moment。好，所以我有了 moment， 我就可以算 susceptibility。对，那 B 去越离的时候，那发现这个 susceptibility。基本上，就跟 density 还有这个 EF 有关。好，所以这个是低温的时候。那高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 Pauli 的Curie model， 对，另外就是 Curie model， 对，那你的 Curie susceptibility，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你的 G 是等于二，你的 J 是等于二分之一 ，OK。所以在很高温的时候，基本上你会得到这样的这个 Curie susceptibility， 对。所以在低温跟高温的 susceptibility 基本上就是。KT over epsilon F 的这个数量值。好，所以刚才是 susceptibility， 对，那一样的我可以算这个 total energy， 对，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spin up 的 electron 的这个 dispersion relation。对 low field， 然后因为我直接用这个零温的这个结果，所以因为 low field low T， 好，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epsilon T， 因为这是我们之前看的这个是。Parallel 的这个 dispersion relation， OK， 然后这个是 anti-parallel， 所以我会得到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这个是有 n 个 electron 的时候，它的这个 energy， 对，那我可以来算，就是有 total。有大 N 个 electron 的话，它的这个
partition function。对，那基本上就是说我要有一个 constraint sum， 因为我的 NP， 我有的 constraint sum 是我的 up spin 的 electron 加上 down spin 的 electron， 基本上是要这个，基本上是要是我的 total number of electrons， OK， 所以这个是我需要去看的这个 partition function。所以这个是这个 configuration 的这个 sum。 好，那我们可以先做其中一个 sum， 对，那我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对，这个 constraint sum 我可以把它改成，对，因为我的 n plus 跟 n minus 都可以变动了，所以我先把它固定 n plus， 所以我的 n plus 基本上就是从 n， 从零上到 total number of electrons。好，那所以说我现在就会有变成有剩下两个这个 constraint sum。对，这个让我把这个写下来。OK， 这是我的 EN。 好，所以我可以 fix 我的 N plus， 对不对？那所以我的 constraint 就会变成我这个 total sum 加起来等于 N plus， 然后我的这个 constraint 变成我所有这些 total sum 再加起来变成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变成有另外一个 constraint， 另外两个 constraint。好，可是这里另外两个 constraint， 我基本上可以分别 deal with。好，那我可以把它 map 回去，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有一个 spinless 的 fermion， 有大这个 script n 的这个 spinless fermion， 对，它的 partition function 基本上是这样子。Okay， 也就是说我要把刚才这些项写成这样的系统的这个 partition function 之间的关系。好，那所以说用这样 manipulation， 基本上我可以把它写成用这个 partition function。对，因为这个是等于是某一个 partition function 有这么多的这个 spin， 这么多 electron， 那这是另外一个 partition function 有这样的 electron， 对，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qn， 基本上就变用原来这个 partition function 写成这个样子。OK， 好，那取 log 之后，我会得到这样一个式子。我可以把这两个写成这个 free energy of 这个系统。那我还是要 deal with 这个东西，对不对？那我可以把它做展开，对，我可以把它做展开。也就是说我 approximate 这个东西用最大可能性的这个 n plus I approximate， 所以我不用直接去做这个 sum， 也就是说我去找到这个是最 dominant 的这个 term， 那我就对
N plus 这个做微分，所以我得到这个是这 chemical potential，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chemical potential， 对 ，partial A 零 ，partial mu n， 就是我的 chemical potential， 是 spinning fermion 的这个系统的 chemical potential， 所以我得到我的 chemical potential 的差是要等于这个。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的 mechanization， 我知道我可以把 mechanization 这个所谓 n plus 用最大最有可能出现这个极值的这个 n plus 来代替，那这个最有可能出现极值来代替，对，然后我的 mechanization 基本上长这个样子。那我可以把这个 chemical potential replace with 这个这样的这个形式。好，当 field 很小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做 expansion， 我可以把，比如说我的 r 是很接近于零的，我可以把这个做 expansion， 所以我大约会得到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知道我可以把 mu 零r 远小于一的时候。乘上 r， 对，乘上二分之 r，OK， 所以一正一负这项消掉，所以你最后得到这一项，所以就告诉我是这个 r， 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对，然后把这个带回去，所以 low field 在 finite temperature accessibility 基本上长这个样子。好，那我又知道，就是说，当 T 趋近于零的时候 ，chemical potential for 这个 spinless fermion， 就是我们之前推导过的东西。那这个我对它做这个对 x 做 derivative 的话，对，我会得到这个东西的 derivative 就是这个东西。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的这个 Fermi energy， 那就我这个是 original system 的 n， 那我 original system 基本上是由两个这个 spinless fermion 所组成，对，因为这 spin up， 这个 spin down， 对，对每一个都是原来这个 spinless fermion， 所以我的 chemical potential 有这样的对应。对，所以我的 low field accessibility 跟原来这样的系统的 Fermi energy 的 correspondence 是这样子。OK， 好，那在低温的时候，我基本上要解这样的东西，对，那我要知道我的这个 chemical potential。跟 Fermi energy 之间的关系，对，可以做这样的展开，所以我就可以来做这个 expansion， 对，那这个 expansion， 对这个 expansion。对这些做这个 expansion， 对，我等于是去解这个 mu b， 对，我等于是解这个 mu b 的这个结果。好，所以我会得到这样的 equation， 然后把对 r 做 expansion， 我得到 r 大概是这样子。那 finite temperature accessibility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T 到无穷大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这个 Pauli 的这个sorry 不是 Pauli 这个 Curious Accessibility。那如果你要知道相对高温的这个情形，可是是 finite temperature 的话，那你必须要去展开这个项，那这是你可以得到的这个结果。好，那所以这个是原子里面的这个 spin 所造成的这个 mechanical moment。OK，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不知道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如果同学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留在这个 Slido 上面。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就结束。有些东西跳的比较快，细节可能还是要麻烦各位去看一下这个书里面的推导。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各位。